阿姨都是朝鲜族吗？啊，这是我们的团长吗？哦，团长。团长贵姓？姓姜。姜团长。刚才叔叔说是业余的是吧？是退休前是做什么的？各个行业。哦。朝鲜族人均能歌善舞。有真好，退休以后。退休吧，你们也快退休吧。扎心了，扎心了。他快了，他头发是刚染回来的。